如果想要将来成功，最重要是什么呢？会是专业资格还是多元学问？在这个汇聚不同元素的宇宙，两者区别将会令你成就更多。在香港科技大学，你可以因你的兴趣、知识以及职业志向作出选择，由众多个主修课程、联合提供课程、跨学科课程，甚至在延伸主修，通过 Major Selection Exercise 选择合适的主修科。科大采用学分制，课程非常有弹性，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和计划自行编定每个学期选修几多个学分。这个弹性安排可以让你透过海外交流获取学分，或者暂时专注于实习工作，又或者参与不同校外学习经验。有需要的时候，你甚至可以申请休学一个学期或者休学一年。科大就是这么灵活地可以让你轻松规划学习步伐，帮助你发挥最大潜能。科大的理学院、工学院、工商管理学院、人民社会科学学院和跨学科课程事务处合共提供超过48个主修和23个副修，当中包括多个的跨学科选择，你只需要完成至少120个学分就可以毕业了。及早为学分排程计划，你可以组合自己的学习计划，无论是修读单主修、多个主修、不同数量副修，甚至是延伸主修。什么是延伸主修？这个是科大独有的课程架构，结合传统主修和热门范畴学问，现在提供人工智能和数码媒体及创意艺术两个延伸主修。你可以早在申请入学的时候报读延伸主修，亦都可以在首个学年之后选择增修或者退修。科大的跨学科课程和学院联合提供的课程都是为人熟悉，亦都有双学位选择，例如科技及管理学双学位课程，你可以在五年之内拿到两个学士学位。另一个例子是4+1双学位路径，学生完成4年的理学士、风险管理及商业智能学的课程之后，再在第5年完成理硕士、金融科技的学位，成功过关。你想不想凭着无限机会茁壮成长？想啊！欢迎你由香港科大出发。